尊贵的会长，晚上吉祥。尊贵的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吉祥。今天我们接着来继续学习音标。上一次课呢，我们学了一个新的音标，就是了。这个音标它有两种发音，一个是在元音前面，它的发音；另外一个呢，它是在单词的后面，或者是在元音的后面。这个发音呢，稍微要复杂一点。好，我们这样子，我们先，那我们把复习，我把这个单词看的这个视频给它截。我认为你发这个音的，它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点，我给它截成了三个小片段，我们大家再看一下。看完了之后呢，我想我们你。老师和同学呢，再拿麦来演练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关键是这个音，注意一下它的这个，安妮斯老师说的它这个一些的要点，比如说像舌后部啊抬起，该怎么抬？他说有一种反胃或者不舒服，然后舌后缩，让我们的这个舌后部抬起。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你看一下具体的 delta 跟 cl 有什么样的区别啊？其实刚刚讲到说这个区别不太大，跟大家图像来说一下，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就是更好的理解一下，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一下。你在发这个 cl 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舌尖是顶到这个上齿龈那里的，上齿龈是在上牙根后面一点点，一个很鼓，有点鼓的一个地方，就是那里就可以了啊，去有一个轻轻的弹它，是了就可以了啊。那发 delta 的时候呢，你不仅你需要去顶这个上齿龈，同时呢，你这个是舌根是往后缩的，哎，这个舌根还往后缩了一下。就是感觉像要呕了一样，所以导致了什么？导致了你这一块的这个空间，就相对来讲，到底要少很多。所以整体的话，就是你按照这样的一个感觉来去试着去发 KL 跟 DOKL，一个是了，一个是吁了吁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在里面。就是说，他说了，就是说，要好像胃不舒服，然后后缩，然后抬起来那种感觉。我们再看一下。但是这个概念稍微有点抽象一点啊，就是好比是，你快吐了一样，说，舌根很多同学不知道这个舌根抬起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感觉就好像你像吐了一样，你会发现你整个这个舌头是往后缩的，就是这样的感觉。你在发这个同时呢，你需要把你的这个舌尖尝试的去顶到上齿龈那里，就是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也是你的这个舌头啊，然后要去顶这个上齿龈，这是跟 KL 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是呢，你这个舌根还要拱起来，这个其实概念是比较抽象的啊，是要拱起来，就舌根。如果假设这是口腔的话，你发 KL 的时候呢，假设我这是舌头啊，我这是舌头，这舌尖，这个是舌身啊，你发 KL 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这个舌头是这样勾起来的，所以就是这个舌头，这个舌身到口腔上面的这个空隙是比较大的，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如果我发 DOKL 的时候呢，因为我的这个舌根抬起来一点点，所以整体的话，我这个舌头到口腔上颚这块的空隙是比较少的，整体就是
是这样发音的。这个发音技巧，爱丽丝老师已经讲过了，是不是？也是要舌尖，对的，这个舌尖也是要抵着上齿龈的，舌后根后缩，怎么说？这个爱丽丝老师也教了，她说感觉胃不舒服，舌头整个的后缩，这种感觉，OK，好，啊，下面就有没有哪位老师或者是同学积极的拿麦来演练一下这个音？没关系啊，如果练得不好也没关系的，就是慢慢练。尝试一下，练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些字单词啊，再把它给它啊复习一下这些单词。OK，英语的，好的，下面有请英语的老师。OK，呀，方老师，晚上好。晚上好。现在是练这两个 L 吗？还是练后面的这个 dark L？你就念这个 dark L 吧，我觉得 dark L 稍微复杂一些。哇，这个真的是挑战好大！OK，try my best。OK，L。他好像我听您发的有一个 L 是吗？哦，是啊，它有个 A 的音在里面，哎，我他好是。像错了。哦，它应该是舌尖抵着这个上齿龈那里，对，OK，好，我再试一下。好，Yeah, that's it. 对，我刚才是发了一个 A 的音在里面，我跟那个 clear L，这个可能有点混，Yeah，thank you。没关系，没关系。好的，好，谢谢啊。OK，好，小菊，好，下面有请小菊师兄。OK，好，我来试一下。好的。OK，非常好啊。那么小吉是，您把这些的单词再读一下好吗？好，了了，lead，lead，lip，lip，lip，red，red。laugh，laugh，lock，lock，luck，luck，learn，learn，steal，steal。哦，这个读错了，steal，steal，where，where，好，那么小吉是不是现在就是说像这个让这个中间这个元音是怎么发的这个？对，这个是哎哎。对，声音往后一点，哎，对，哎，l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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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es. 谢谢老师。然后这个 T 字呢，这个梅花形的这个是怎么发的？啊。这个。啊。对，非常好。Leather. Yeah. L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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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OK. 谢谢老师。嗯，好，下面这个笑呢，这个笑啊啊 laugh 嗯，非常好，非常好。那么下面这一个统治者和主人中间这一个曹元英的这个是怎么发的？哦哦哦哦 ，Lord Lord Lord， 嗯，下面这个幸运的呢，这个中间这个是像三角形的这个，啊啊 ，Luck Luck Yes。非常好，嗯，另外这个学习这个中间的长元音的这个是怎么发的？look learn learn， 嗯，对，这个发完之后，这个舌尖要抵到上齿龈那里，是 learn learn yeah learn learn learn。learn， 好，嗯，下面这个仍然这个单词怎么读的？仍然的 ，still， 嗯，它这个音是这样子的，它这个是一般的，它这个是。对吧？但是在这里呢，它在这，我们在这里一般的读的是不读特，都发成有点像那个的的音了，的哦，糟糕，我忘记了，浊化，惭愧，惭愧老师，对不住老师了，这是的，我错了，没关系。然后这个，它不是 still。如果都是 still 的话，它就变成了叫 me l 了，就是它实际上是在这个单词的后面，它是发要发 duck， 叫做 duck l， 它是发 l, 对 still 是它这个 a 这个是发 a， 说 still 那个 still 对，最后那个舌尖是抵着上齿龈那里的，是 still still。Still， 是，你再读一遍好吗 ？Still，Still， 舌尖要抵着上齿龈 ，Still，Still，Yeah，Still，Still， 对，下面一个，另外一个将要这一个，呜呜。Will， 嗯，对，这个不错啊，这个读得很好 ，Will， 惭愧，对，这个 Will，OK，、okay、好，无尽感恩老师，谢谢您，惭愧，好，谢谢你。好，嗯，好，下面还有没有老师和同学想挑战一下 ？OK， 伊利的老师 ，OK， 好，谢谢，有请。刚才在老师的指令下，指导下练了一下，我觉得好像有点感觉。好，所以我来把单词读一读，看能不能在单词里面找到一个感觉。这个好。Clear air 好像是比较容易一点啊。对。Lead, lip, lead. Oh, sorry, let, ladder, laugh,
Lord, luck, learn, 然后是still, will, 你看，陈老师多多指教。这个是我最怕的所有的音标。他这个也是，我也是练了很长时间，后来看安妮斯老师的他这个讲解的时候，我才找到了感觉。他实际上呢，你感觉就是舌尖抵着那个上齿龈这个动作，我们很好做，对不对？哈。舌尖抵着上齿龈这个动作很好做，然后你感觉到你使劲的压你的舌头，你的舌头，Will, deal. OK， 谢谢老师，真的，也能够突破，皈依除盖藏菩萨，能够突破这些很怕的这个音标，特别怕，谢谢。这是那个，就是您看那个爱丽丝的老师，他那个视频，你反复的看，静下心来，反复的看，反复的去感觉，对，根据他说的那个要点，反复的去感觉，其实，对，其实最后也不难的，是这样。是，就是要找对这个位置，而且找对位置和找对感觉，可能对的对的，就上手了。对的，是。好的。谢谢老师，谢谢方老师。好，谢谢伊丽的老师。OK， 好，所以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把这个学完了之后呢，再学一个 ro， 这个音呢，好像开始的时候我也认为这些字的音就是很难很难，但是你真正的静下心来学的话，真的静下沉下心来，其实它也没有那么太难，就是把这个音呢 ro。若呢，我想和另外一个叫戳和这个戳和戳这两个音，因为他们三个是连在一起，是有联系的。把这个学完之后呢，我想我们再复习一下，大家的想法。我们就是想把前面的，我把这几个学完，我们已经超过了一半了，已经学了二十多个，超过了一半。所以我想呢，我们再复习一下。我想复习的时候呢，我们是这样复习的，就是说我们不仅仅就是说把这个音怎么发出来，我想我们在复习的时候最好就是说如果老师同学上麦的时候就是说啊，这个能把这个发音的规则呀最好就是说也能说出来，比如说像这个长元音意义，它的发音特点是什么，比如嘴型微笑状，然后舌尖这个轻触下齿龈，然后发长音这样子的，还有像这个梅花形的 i， 就是一边这个把规则说出来，然后再念这个音。我觉得这个规则特别特别重要，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所以这个规则，我觉得我们就这样复习。然后复习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单词吧，就是以我们所学过的元音和辅音。给它组合起来，找一些的单词，然后呢，这样子再练习。对，好，好，那我们就是这个举啊，还是那个，它不是，我们是那个戳，是一个是弱，一个 弱，那是戳。是这三个音，我们放在一块学。OK， 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为止。这些音真的是要回家要多练，真的是多练。好，我今天感恩大家，
啊，对我谦卑的接受、包容与聆听。好，我放麦了。尊贵的会长晚上吉祥，尊贵的老师、师傅、老师、同学们晚上吉祥。请问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看得到屏幕吗？好，可以。OK， 那这节课呢，我想，我感觉我前面两次课可能学的快了一点，然后可能有一些老师或同学他们没有更多的机会来练一下，所以我想这节课我们先复习一下单词，还有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章程，然后我们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往后面学习新内容。我们复习的话从这里开始吧，这一段。好，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单词。不知道大家谁现在还记得这些单词。你们还记得这些单词，知道它怎么读吗？好，我们单词的话，每个单词读三遍啊，就好，谢谢您，自然是记得的。好 ，OK， 好，我们先来每个单词来读三遍，然后请大家上来把这些单词都复习一下。好 ，terminate。Terminate. Weather. Weather all.Death. Resignation. Cessation.Cessation， 好，大家在下面跟读的时候也请记住他们的，然后这样大家在背诵章程的时候才会印象更加深刻。我们在读单词的时候，不仅要知道它的读音，也要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往下看 Vote. Subclause. Subclause. 好，就先复习这两页单词。然后现在是想让大家把这些单词掌握的牢固一点，然后后面的话就更加学习会更加轻松一点。如果是我们前面没有掌握牢固的话，后面碰到相同的单词，或者你不会读，或者的话你不知道它的意思。好 ，OK， 有请九九咖啡豆老师。Good evening. Terminate.
w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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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weather or weather or weather or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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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回应 resig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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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s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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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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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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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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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wonderful lady好，那非常感谢九九咖啡豆老师的标准示范。好，那下面有请文殊师兄。老师好，老师好，来一个，来一个。哎呦，好大的，好大的，好大回音啊 ！Sorry， 那我不关。Terminate，weather。Weather, death, death, resignation, resignation, cessation, cessation, vote, vote, voting, voting, subclose.Stop close. 老师，老师 ，Yeah, wonderful. You're great. 就是最后这个单词 stop close. Oh. Stop close. 对，这个您可能前面有点固化了。Stop close. Stop close. Close 就读成那个衣服的 close， 但这里是 close。对，您看，您看一下这个发音是 stop close。我读成 close 嗯，我听您读的是 stop close。哦，我那还没给出来。可能太普通话了。没事没事，这个得多改一下就可以了，没关系，多读一下就好。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Thank you, thank you。好，请问现在还有回音吗？老师，我一开就有回应。Sorry， 好，我关掉就好了。我，好的，那 OK， 下面有请郑师傅，我先把我的麦克关掉。对对了，好。请帮我翻一下译 ，Thank you。Yeah, thank you. Terminate, weather, death, resignation, ces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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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te.Voting, sub clause.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so much. Right. Yeah, 这个它不是说有点怪，是我们可能没熟悉，所以就觉得有点，它确实不是很好读，这些单词不是很好读，但是读熟练了就 OK 了，没问题的，相信你。好，下面有请艾林森师兄。老师好，我来试着读一下。Terminate. No， 您看一下重音在哪。Terminate. Term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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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minate.
weather, weather, weather all, weather all, death, death, resignation, resignation, cessation, cessation, vote, vote, voting, voting, subclause, subclause. Hello, wonderful, wonderful, 爱丽丝师兄。OK, 下面有请曾牧师。老师好，我来读一下。Terminate, terminate, weather, weather, death, death, resignation, resignation, cessation, cessation.Vote, vote, voting, voting, subclause, subclause, 可以吗，老师？哦 ，OK， 有几个单词，我想就是我们一起来再看一下，好，好吗？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回音。嗯，我先关吧。我先关吧。就是 OK 吗？意思是没有回音吗？还是有？哦，现在好了。好，首先第一个是 terminate， 它的重音在前面 terminate。好，然后还有一个单词是 resignation， 你这个歌的话就不用发那么重，你可以。resignation， 你可以把那个嘴巴的位置留在那儿，但是不一定要把它发出来。resignation， 还有这个单词我听您读成 sensation， 但是它不是读 sensation， 它是 cessation。 好，就这几个单词了。就曾牧师傅，您要不要再试一下？好，我谢谢老师。Terminate， 可以吗？可以 ，Yeah，Great。Resignation， Yeah，Great，Wonderful。OK， cessation。Cessation. Yeah. That's right. 对的。谢谢老师。Sorry. 好，谢谢曾牧师。Thank you so much. 好，下面有请觉醒师兄。Yeah. Terminate. Weather. Then.Death, resignation, cessation, voting, subclause.OK, great. 但是有个单词我想请您再读一遍，这个单词怎么读？辞职，放弃。Resignation. 这个。Resignation. Yeah, resignation. Resignation. Yes. Yeah, great. Thank you so much.谢谢老师。好，谢谢觉醒师兄。好，下面也请法龙师兄。一下 ，terminate， weather， death， resignation，
Transition. Transition. Vote. Vote. Voting. Voting. Subclause. Subclause. Yeah, great. 法郎思乡 you are great. 谢谢。OK, 下面有请小菊师兄。老师晚上好。我来试一下。Terminate. Terminate. 特又读重了。可以的，是这样子的 ,Terminate, 没问题的。好，谢谢老师。Weather. Weather. Weather, or weather.Weather or death, death,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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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s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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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cessation.Cessation, vote, vote, v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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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sub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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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clause. Wow, you're great, 小菊师兄，厉害厉害。感恩老师鼓励，谢谢您。而且您真的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后面你看到重音，然后把那个后面的 close 就没读那么长了。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好，法郎师兄说您的 vote 发音怎么样？我听到是没有问题了。你念了很多遍是吧？好，赞叹赞叹您那么刻苦用功。好。呀、yeah, 也赞叹小菊师兄，确实这些单词没有那么容易读。好，既然我们把这一页的单词复习了呢，那么我还是来看回到我们的章程。复习这一句话 ,A right of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协会会员权利。Is not capable of being transferred or transmitted to another person and terminates on the cessation of membership, whether by death, resignation, or otherwise. 我们今天来复习这一个，协会会员的权利不能转让或者转交给他人，并且呢，不论死亡、辞职还是其他方面的原因。终止会员资格而终止。想请大家把这一部分的 A 点和 B 点全部都读一下。A right of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is not capable of being transferred or transmitted to another person andTerminate on the cessation of membership, whether by death, resignation, or otherwise. A right of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is not capable of being transformed or transmitted to another person, andTerminate on the cessation of membership, whether by death, resignation, or otherwise. 好，请大家来复习一下这一段协会会员权利。OK, 法龙师兄您写的我看到了 ,got it.Thank you so much. 那您有好的软件，那您可以分享给大家呀。那这样大家可以更好的学习。好，有请九九咖啡豆老师。
A right of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is not capable of being transferred or transmitted to another person and terminates on the cessation of membership, whether by death, resignation, or otherwise.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so much. 那这些方面都有请老师请你留步一下。我想问一下你这里面这句话 ，not 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是什么意思啊？Hello, are you there? 哦、oh, ，我想一下，因为上节课，上节课都没有来学习到啊。OK， 那您也可以想一下，搜索一下您之前学的。Be 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什么意思？然后not 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你没学是吗？那我们来看。前面两次课都没有来学到。哦、OK， 好，那正好，那这里好，这里有一个 capable， 它是 be 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是有能力做某事 ，be not 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是没有能力做某事，它是一个固定的词组。哦、OK， sorry 啊，不好意思，正好问到了，我不知道你前面没来学，也是基础不行，所以这一下就把。考倒了，不知道老师想问什么。啊，就是想问你们掌握了这些没有？就是自己在读的时候，虽然每个单词会读，但是意思你们知不知道呢？就是也要知道意思。刚才还是刚刚第一次看到。哦，没关系，那好，那现在正好写到了。意思都没看明白过来，刚才。哦、OK， 就拿麦来读了。好 ，Thank you， 好，谢谢你。惭愧啊。没有，你也没前面两节课没来学，我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就是随机问一问。Thank you so much。好，谢谢老师。好，谢谢九九咖啡豆老师。好，下面请郑师傅。老师好。A right of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is not capable of being transferred or transmitted to another person and terminates on the cessation of membership, whether by death, resignation or otherwise. Yeah, great. 那郑师傅这里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啊？哪一个？这个是辞职。Yeah, great. You're great. 可以造出来了。You're great. Yeah, 是的，是这个意思。好 ，OK. Thank you so much. 好，那就是在大家边读，其实大家可以边读边读英语句子，可以边思维它的意思，就是理解性的读诵，这样也可以更好的掌握每个单词的意思，或者是每个词组的意思。好的。那如果前面还没学到这两句话的师傅老师或同学，现在正好是机会来把这一段我们在复习的时候可以重新再学一遍。好， anyone else？ 好，范师傅。Long time no see， 好久没见你了。好，有请 ，please。大师晚上好，不好意思，这两天母亲有事，然后母亲来了，所以这边没有网，上不了课。我用的是热点，不知道网络好不好，可能会卡。挺好的，就我听到您那边很 OK。我用的是热点，然后所以这两天不能定时的上课，真的不好意思。Okay。No problem. 好，那请您把这一段复习一下。好，我试一下。好的。To a right of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is not
concept of being, concept, now, translated to other. 阿仔，这个忘了老师。我可以就是跟您一起，您一边读，我可以一边跟您一起纠正一下吗？是 to another。哦，对 ，to another person。to to another, another person and。OK。但是，determined not the situation。Of membership, whether by designation of otherwise. Yeah, great. 但是有这个单词，我想跟你一起再读一下。这个单词应该怎么读？嗯，我听您读成 determined. Terminate. Yeah, terminate. terminate. 它确实跟那个 determine 有点像，但是 determine 呢？他前面加了 D E， 然后后面没有就是。对，我就记得后面的那个，然后就给蹦出来了。那有点像，他跟 determine 确实长得有点像，但是也不是那么像，可能70%的像吧。谢谢谢老师，谢谢。这个是 terminate， 这个 terminate。terminate， 嗯，好，记住了 ，terminate， 谢谢老师，谢谢。好 ，thank you。然后还有两个单词，这个是 capable。capable， 对 capable， 嗯，然后您还有这两个单词需要加固一下，一个是 transferred， 一个是 transmitted。transmitted， 嗯，好的，我听得见。OK， 好 ，Thank you，Thank you so much， 谢谢，谢谢，谢谢。这几天没有读给忘了。是，谢谢。好 ，Thank you。好，下面有请艾林森师兄。老师好，我来试着读一下。A right of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is not capable of being transferred or transmitted to another person and terminates on the cessation of membership, whether by death, resignation, or otherwise.Okay, there is a one word. 这个怎么读 ？Terminate 吗 ？Are you sure？ 我不确定。Terminate. 对。Okay, thank you so much. 好的，下面有请法龙师兄。Hello, Hello, are you there? Yes, 听见没？听到了。A right of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is not capable of being transferred or transmitted to another person and terminates on the cessation of membership, whether by death, resignation, or otherwise.Great, you're great. 法龙师兄读得很好，非常流利。啊，老师，我补充一下，他这个的 terminus， 后来我原来这是 terminate， 它是做动词，而后边这个 cessation 是终止、停止，它是做名词，两个词的意思一样，但是它那个词性不一样啊。哦，但是一个词性不一样，一个动词，一个名词。嗯，对，因为。对您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就从句子结构上来分析，我们的主语是协会会员权利嘛，然后我们理解的话，没问题，但是我今天意思一小小的建议，老师最后标的单词那个 cessation 只标志停止、终止、中断，没有标它是个动词形式，那个名词形式，前面都标注了词性了，这好，默学放慢。OK， 好 ，Thank you。好，您的建议很好，但是那个 cessation 这里我们后面加了个 n， 可能不明显哈。这个 n 就是表示 non 名词啊，在这里它有写是 terminate 这里的。
啊，没关系没关系，您提的这个问题是很好的，确实他们两个意思很相似啊，但是确实词性因为词性的不一样，所以他在句子当中他充当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好，谢谢。那法龙师兄您的基础很好，很厉害。Thank you。 好，下面有请曾牧师。谢谢老师，我来读一下。A right of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is not capable of being changed. James, 这个字好像没读过。Transferred. Transferred. 这个您没读是吗？是。这个单词。这个。啊。是的，上次没学。Transferred. 您可能那。Transferred. 看到没？Transferred. 好。好。这个呢，这个您上次学了吗？ Transmitted. 还没，还没有。Transmitted. Trans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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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好。好，那我们回到原文， OK?Is not capable of being transferred, or transmitted to another person and terminate on the case.Cessation on the cessation of membership, whether by death, resignation, or otherwise. Yeah, great, great, great. 那其除了您没有就前面可能没来上课，然后这两个新单词没有学到，那其他的都觉得很好。哦，谢谢老师，我自己复习一下。Thank you so much. 好。嗯。OK, 好，非常感谢。好，下面有请我们中国的王老师。Hello, 王老师 please. Hello, good evening, 谢谢。谢谢你带着我们复习。有时候节奏慢一点确实掌握的就轻松一点，非常感谢了。OK, now let me try. A right of a membershipof the association is not capable of transfer or transmitted to another person and terminate on the cessation of a membership whether by state, resignation or otherwise. 确实这次我发现了，这是老师真的容易混了，就刚刚我也没想到，这都是我们想不到的。比如说 terminate 与那个 determine， 就我观察了，确实它那个 termine 它是相同的， termine 是相同的。对，不知道老师发现没有？是啊，然后就是刚才怎么样 ？Termin 这六个字母，它是这两个单词是相同的，而且读音也是一样。而且读音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单词打架的是，有时候我们一个稍微慢一点，大家可能就好接受一点。这个确实，我也希望同学们能拿脉读，因为不拿脉读，老师发现不了问题。如果每个人都拿脉读，就很容易发现问题，很容易发现问题。因为这个在上新课的时候，我记得没有发现这个问题，那在复习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也确实是值得我们注意的。Thank you, Daddy. Thank you, 谢谢，谢谢王老师。Thank you so much. 对，王老师说的对，我们应该要多拿麦来上面来读。如果您上面读，才会知道会有什么问题。好，下面有请小菊师兄。老师，我读的很慢的。没有关系。嗯，好。慢慢来。好。A right of membership
of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这个单词 association 不是 association 对吧？association. Yeah. Okay. 好，继续。好。Is not capable. Capable. Being transferred. Transferred. Trans. 对的，您读的对的，是 transferred， 没错。transmitted 不是底是的 transmitted、哦、对对，又读了个元音出来 transmitted another foursome person 对 person我读 B 来了，我写在本子上读的。Sorry， 那没看上你。OK， 好，那您 B 点可以重新再读一下吗？B 点啊。嗯。Terminate。这个单词读 terminate。Terminate。On the cessation membership, whether by the resignation otherwise. Yeah. You're great. 那您读的是很，就是都读清楚了。但是您好像把很多介词你都给省略了，什么 of or。你好像我不知道您的本子上怎么记的，但有一些什么 to another person 这里介词有一些你省略了，省掉了。是我自己把它省掉了。我重新读一遍，老师，我重新。好 ，OK。我忘掉了。Terminate and cessation of membership.Whether by the resignation of or otherwise. Yeah. Otherwise. Yeah, right. 对的。要多练一下，可能就会更好一点。是。您现在是把每个单词都读出来了。惭愧，谢谢老师。需要变数，需要熟练度。嗯，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学。No worry. OK， 好 ，Thank you so much， 小吉师兄。谢谢。You're brave， 您很就是您很勇敢，因为这段话其实它不是简单句的，也蛮难的，很长。然后您勇于挑战自我，挺好的。然后也读得蛮好。好。九九咖啡豆老师的这个翻译问题，好，我们下面再去看一下，那我们今天的复习课就先到这儿了，然后希望大家在前面没有掌握到的单词，就因为这个复习课就更加牢固了。好的 ，Thank you for listening。那我们的课程就到这儿了，下面有请音乐老师带我们继续背诵章程。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